一本神马打开局面，我的朋友，来吧，兄弟们，这梦幻西游没有谁了吧？这宝宝打神马，哎我操！怎么说，兄弟们没见过吧？这资源，哎，你先等会儿，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先等会儿，我突然想起一件事儿来，嗯。哦，没事，没事了，没事了，想错了。哎，别这个界面打，别这个界面打，这个界面打过分了，这个界面打他妈真的过分了。啊、不对，不是，王杰哥，我跟你讲，我现在想起来了，如果说掉主书你要补的话，就变成双那个了，你知道吧？就很难受，我感觉还是先补比较好。你说是不是？但是如果这一本神马上去掉这些垃圾技能的话，可以直接整了呀。要是掉主书的话，就得要，反正也是一本，但就是它概率就更那个了。那也是一本，其实是一样的，也是一本的几率。真他妈的！呵呵，垃圾你心里慌不慌？我他妈贼鸡巴慌，主要这个东西是现在已经缺书了。现在我跟你讲，能掉的书就只有招架、名师、防御、禁闭、幸运一字。我跟你讲，其实掉一字是最好的。可别掉他妈什么掉！我跟你讲，掉什么掉名师是最好的，掉防御也是最好的。你这就别再露着打了吧，我在想。进去了，我他妈都还没准备好。哼。你不会打到凤凰？没有。这我他妈吓一跳，你知道吗？哈哈哈哈。从后面看，别看前面。一字还在。你先看九号呗，你先看九号呗。禁闭没动，那后排也不会动。十号呗。不，要看那个位置，要看招架的位置了，对吧？嗯。也别看五号位啊，看什么招架的位置啊？你看五号位咋看？哦，我知道了。哦，我知道了。你用三个档吧。高头掉了。这么刺激吗？哦，好像是高头掉。这就很难搞了。这确实有点难搞。命中注定吗？命中注定吗，兄弟？我操！我刚刚是真的吓一跳，我以为我那个了，你知道吧？我以为我打凤凰身上了，我赶紧先把凤凰给存了吧！妈的！哦，你要真他妈打凤凰身上出大事儿。